醒醒，你醒醒，小裴。喝。哎，你喝这么多酒，哎，小平，你不要吓我好不好？干嘛？来，亲我一下。对。哎哎，小平。来来来，喝口水，解解酒。去了，笑话。嗯，谁会给我委屈受啊？嗯，要假惺惺的嘛。啊，你不要跟我胡闹，再胡闹我送你回去。走走，跟我回去。不要嘛，吴大哥，你不要送我回去嘛，求你。不送你回去可以，你冷静一点。有什么话你慢慢说好了。为什么我一个人的时候就觉得好寂寞，可是躲到人多的地方就更寂寞。这我也说不上来。其实你父母对你蛮好的嘛。好又怎么样嘛，他们只有言教没有身教，我怎么会服气嘛？哎，你这样，来，哎，怎么样，舒服点了吧？哎，你这个丫头，什么事情啊，你都要尝一尝才过瘾。哦，对了。你在陈宏宽的医院里面不是做得蛮好的吗？他看到我那副野样子就讨厌，他那边的护士啊个个都装模作样假正经的，根本就看不起我。好好算了，我们不要谈这个。对了，你大概肚子饿了，我给你泡碗面吃啊。来吧来吧，吃碗面啊，你有什么牢骚的话边吃边发啊。真好，说为什么我一定要做一个好女孩啊？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玫瑰花的话啊，那多没意思。我为什么不能做牵牛花？多自由自在的嘛。行行，你当然行。其实小平，你有时候还蛮可爱的。啊，这，哎，小平，小平，啊，时候也不早，我看我送你回去睡觉吧，啊，不用嘛，我说怎么也不回去，嘘，小声一点，人家都睡了，这样吧，我送你到隔壁，跟隔壁那女孩子挤一挤，怎么样？不要，我要跟你聊嘛。女孩子都最小心眼了，跟他们挤啊，别别扭扭的，还不如通宵表叔。哎呦，小姐，这瓜田李下的嫌疑，我总得避一避吧。哎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怕什么？吴大哥，你有没有听人家说过，这痛苦啊，要是有人分担的话，可以减半呢。这陪我聊嘛。我替你担，谁替我担呢？哎，我嘛。小平，你别逗我，我又不是柳下惠，待会酒醒之后你会后悔一辈子。
我不会吊吊你胃口。你以为我当真啊？嗨，小妹，其实啊，你好好利用你的聪明，我想你比他们都会强的。那当然。其实我还不是想振作一点，可是你有没有看过路上有个牌子叫水泥未干，请勿践踏的，看过。怎么样，就这个样子，从小就操定了心。小平，你不要把自己当阿斗，没有扶不起来的道理。光训我，你呢？还不是跟我一样半斤八两。我，我。哎，哎，对，小平，这时间也不早了，我看我送你回去，你爸妈会着急的。活该。我就是要气气我爸妈，还有洪宽他们。我跟你讲哦，你不能逼我，逼我，我会大哭，我还会大声叫救命。算我怕你，算我今天栽了。不过我也没什么精神给你熬下去了。这样吧，只有一床被子，你睡这里，我啊到外面睡去。吴大哥，你不要生气嘛，头好昏。怎么了？算算，你睡嘛，我不睡了，被子给你，你不要睡外面嘛，反正没有人看到。哎，小平，这君子慎独的，你念过没有啊？哎。水果吧。哎，方木风，吃点水果，张阿姨最会挑水果了。啊，好，谢谢，来来来。爸。啊？哎呦，不。嗯。叔伯呀，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不敢吃苹果吗？哎，哎，这。哎呦，你瞧我这记性。德宇哥，我再去给你修个梨去啊！不要，这真的，歇着吧，不要麻烦了。
康夫啊，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典故啊？这，哎，我志哥，嗯，这个一嘴两用，你也不怕卡住了？哎，康夫夫，你说嘛，你说嘛。哎呀，爸，人家是客人嘛，哪有不准客人说话的道理？嗯，哎呀，文波，你说嘛，你说嘛。哎，好，那我说了啊，这个你爸爸在小的时候啊，有一天呢，他放学回家，路过一个苹果的果园，他就进去了，偷吃人家苹果呀。我知道，后来被园主发现了，是不是？对。那园主就大吼一声啊，吓得你爸爸是撒腿就跑，可是两腿直发软。你别胡扯，这大哥别说二哥，你呀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我哎呀哎，后来呢？后来呢？后来呀，你爸爸不但把苹果丢进去，他连他的作业本子也丢到墙里头去了，那逃命啊！可是他想怎么办呢？这回到家里头，这个爹娘万一要是一查问这本子丢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他德语哥那时候可真够可怜的哦。哎，可是啊，他有绝招哦。他呀就找了好几个同学，在每个人的本子上就撕了一篇，他晚上就把它给贴好了。哎，不行啊，他贴好了，可是也没有封面，是也没有底面。这个爸爸妈妈还是会查出来的，他就急得没有办法，最后，哼，还是让他爸爸妈妈给查出来了，就狠狠地照屁股上揍了一顿。你说他看见苹果还敢吃啊？还说呢啊，这都怪你哎，你出的好主意啊，说是比谁偷的多。啊，这是小土匪头子。哎，爸，你小时候真那么皮啊，真可爱啊。哎，哎，你要不要我这个是从头到尾一样样的细说明白啊？行了，子哥，哎呀，当着那么多小孩面上，你就给我留点老面子吧。好，哥，这当着孩子的面可不能说谎话啊。哎哎，你看看。嫂子都带你承认了，哎，吃吃看嘛，哎呀，好棒耶！哎，别，我看见这玩意儿牙就发酸。嗯，我看呐，还是这个偷来的苹果比较甜哦。哎，嘿嘿，妙妙，太妙了！这个案子法官派的太好了。这小书虫啊，你这说什么？神经兮兮的。方伯伯，你再说乡下的故事给我听嘛，比香港那些故事好听多了。你说嘛，说嘛。哎呀，好了，不要灌米汤了。罢了，当时啊，要是我给他抓着的话，我非先给他一拳。哎，红饼，那怎么行呢？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这是个法治的社会。哎，小伙子，我看你们呢还是比我们差的太多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啊，我们几个人呢就研究研究，就在那个老园主每天回家那条路上挖了个大洞，这上头用稻草给盖好。有一天这老园主回家一扭一扭走，扑腾就掉大洞里去了，气得那老园主就这正骂我们小子，我非扒了你们的皮不可哟！哎呀，犹记少年骑竹马，转眼便是白头翁了。哎，王姐，怎么了？二姐怎么了？二姐，不是那个许大夫请你去看电影了吗？还说呢。都让我足足等了20多分钟，他都不来。这种不守信的人还叫什么许晋人？哎，也许他医院有什么事儿给耽误了呢？你生气了吗？真是遇见鬼了。哎，不对呀！哎，二姐，许大夫请你看电影，怎么叫你买票呢？才不呢！他昨天给了我两张招待券。说是怕有病人，要我先去换两个位子嘛。哎，该揍！八成是他先预安排好的。哎，二姐，
二姐别生气，这个我的奖学金啊马上就下来了，我请大家都去看这场电影。哎，淑萍，姓徐的小太不上道了。哎呀，这年轻女孩子要闹起情绪来啊，这也是很麻烦的。哎，志哥，刚才红婷提到那个奖学金呢，哎，我倒想起一件事来，你也有小辫儿在我手里啊。哎，这爸爸，这有什么典故没有？他呀，每年都是考前三名的，就拿着这个奖状啊，拿回家给他妈妈，就摆在箱子底下。哎，怎么样，志哥？反正啊，这一滴水一个泡，一报还一报，挺便吧？啊，那我也就说了，有一学期啊，他考了11名。哎呀，他一想那坏了，那回家一定要挨打呀。哎，他情急生智，他就把那个墨水啊，在那个11的十字上都点了一点。哎，他这一想可好了，这下子就不变了第一名了吗？他就拿回家，在他妈那个箱子底下把那个第一名的奖状偷出来，大摇大摆的就拿着给他母亲了。哎，他说这个上头墨水啊是他老师不小心点上的。哎，可惜这个奖状最后面的这个年份不对。是啊，他要有你那么聪明就好了，要不然他怎么会给他妈把衣服扒光了在澡缸里头挨藤条啊。你帮帮忙啊，好了，不要在孩子面前，你多多少少给我留点老面子。这一切都是我错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你这个愣小子，你到底是跟谁对不起啊？啊？记得呢。你知不知道嘛？我站了20几分钟。我医院里面忙得要死，我并没有说是愿意让你在那儿等嘛。讨厌！好了嘛，好了嘛，这算我错，好了嘛。哎，不要这样嘛。等等，阿伯，淑萍她向我借2本书。我特地给他送来，淑萍的，对，好，淑萍，你要的2本书我给你送来了。云台，你陪我去看电影好不好？好啊。阿波，那你们聊一会儿，我们去看电影了啊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快走，哎，走了。哎，这来的正是时候啊。哼，看样子，这你家淑萍还是不愁没有人要哦。当然喽，我二姐是贤妻良母型哎。徐燕啊，以后你要再欺负二姐，我可不饶你啊！啊，我欺负她。徐先生，可别泄气啊。对了，继人呢？淑萍呢？我最懂得她。他这个人呢，对谁都是逆来顺受，不过他总是人嘛，人呢这个忍耐总有限的啊。他对你这个施施小性子，那还是对你另眼相看的啊。他不过是试探试探你嘛。那万一我跟他结了婚了，我不成了他的受气包了？哎呦，你羞，人家二姐没有说要嫁给你。对，我只说万一嘛。不会的啦，徐先生你放心好了，淑萍就算结了婚，她也想过安安乐乐的日子。哎，徐大夫，你怎么了？你吃醋了啊？笑话，男的没有娶，女的没有嫁，婚前谁都有自由交朋友啊。对，好，程老伯，我说完了。再见，各位再见，走了。哎，我非到电影院去找他们不可，这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。哎，苏大叔。怎么了，老苏你又？哎，
老苏啊，咱们三剑客又碰头了，今天要痛痛快快喝两杯哦。哎，喝，喝，来。哎，这德玉哥，哎，然后别理他们，喝醉了，这俩人谁抬得动啊？哎，老苏啊，怎么了？是谁惹了你，又欠了你的？还会有谁的？还不是我那个女儿小平嘛？昨天晚上又一夜没回来，她倒轻松，我可倒了霉了。我那个女人呢，昨天晚上跟我哭闹了一夜。哎，她会不会到医院里去了？哎，小平胆子也太大了，万一要吃了亏怎么办？这，我打个电话。来。哎，慧玲在吗？哎，好，好，慧玲啊，洪宽昨天在家吗？哦，他昨天晚上回来了。啊，那好，那，没事了。哦，好好，再见啊。哎，他会不会？你有没有到医院去找呢？洪宽出诊了，小平根本没有上班，三天两头的来这么一次，那谁受得了呢？随便给他找个人呢，假算了。哎，不可以说这种落伍不负责任的话。哎呦，红莲，不养儿不知道父母难呐，我又不能弄个链子锁住他。哎，这父母就像磁铁一样。苏叔叔，您看，我们家的孩子啊，总喜欢待在家里面。哎，小孩子说话不要没大没小的。哎呀，瞧你们现在找人要紧。怎么又抬起杠来了呢？哎，啊，洪宽呐，哎呀，你瞧我们大家伙都急死了，都什么？哦，你也在找小平啊？那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哎，这也难为他。哦，哎，好吧，那这样好了，谁要先找到谁就通知一声啊。哎，好。好，再见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昨天不晓得在哪儿，好像看到小平跟那个武志明在一块儿。嗯，哎，奇怪在哪儿？五哥，你想想看，你好好想想看嘛。哎，老五，你好好想想，是不是你确定看到武志明跟他在一起了？没错。好，我知道武志明他妈开那个店在哪，我去问一问就知道。哎，又是这狗东西！哎，五哥，我们一起去找他，走。哎，对，咱们赶紧去找找。好，走。哎，老三啊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凡事收敛一点啊。好，知道了。老婆，有空再聊了啊。哎，你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你也应该好好把她管教管教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下的儿子会打洞。嗨嗨，老方，你少臭我两句吧。改天见。姐姐说，她在一家公司里当秘书，怎么可能住这么豪华的房子啊？难道说……不要嘛，不要嘛，很爱好，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该没自由权。打开脚。你不累啊？那你坐下来让我画画看，累不累？哎呀，今天你穿得太漂亮，不画是难得。我马上。哎，来个少女的微笑。不，
就画我白露的微笑。好，幸啊，真是幸啊！把那个手抬高一点。哎，好，漂亮。你比皮卡索的谭曼罗琳少女还要美啊！这样子啊，想说也年轻十岁，更像个天才。哎，我觉得一个人呢，不管在任何时代，这个天才这离不开女人啊。如果没有女人呢，这个天才就不能发挥到淋漓尽致，就好像这个英雄没有美人时，就编造不出来罗曼蒂克的故事。哦，请举例说明之。嗨，举例子太多了，比如说这但丁的《神曲》里，就是由他失恋的爱人引导他走入了天堂。白诺，你就是我创造力的泉源，你可知道这世界上有十大名画价值最高之一的是谁？是塞尚的玉女。你知道它值多少钱？价值美金138万。算了，就凭你肚子里那点东西，只能唬唬我。光会吹，为什么不开画展？开画展？哎，快吧，快了。珊珊，今天下午我去过补习班了，他们说你又逃课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竟然再考不上的话，就太不像样了。我考得上考不上跟你没有关系。我看得出来，你最近是改变了不少，也学坏了，你不能跟我比呀。小时候，爸爸过世得早，妈妈又常生病，我当然没有像你这样念书的机会。姐姐，你烦不烦嘛？每天只知道陪你的男朋友，而不晓得要拨点时间来陪陪我。什么男朋友？他是我的上司，我是他的秘书。秘书？我从你们的谈话里都可以看得出来了。你不懂，你就少贫嘴。我不懂。我不懂，你都懂。姐姐，你才大我几岁啊？现在不谈这些了，我有件事情跟你商量。你不用说，我都知道。你想跟我一块儿住，不太方便，拿去。这儿有个地址，我已经去过了，你去看看，随便挑一间租进去。小学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吗？那个时候啊，我们两个人拿着扫把打的男生满教室跑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个时候啊，你也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嗯，你啊是个又爱干净又害羞，老师说你两句啊眼眶都红了。那个时候还小嘛。哎，什么时候我们两个一块回乡下再看看那个小学好不好？
现在光说这些干嘛嘛？走，现在我们打保龄球去。走。哎，不要嘛，我都快要考试了呀。我不能对不起我姐姐帮我付的学费。姐姐，姐姐，又是姐姐。我想啊，你姐姐一定是个老巫婆。你，哎，南小姐。啊，姐，帮帮忙。要点开水是不是？我的小电炉坏了，还没有修好，是不是？这，南小姐，我知道你这个人呢最好了，不过现在……啊，好好好，好了好，不要讲了。谢了。嗯，这个房东啊也真坏，我们花钱请他烧开水，他也嫌麻烦，成天什么水呀、电啊都要节省。嗯，人家他也没错嘛，哈，他呀，他自己的厨房一天要洗十几次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灯还要点到天亮呢。小声点，你呀、现在住人屋檐下，总得低低头，何况。你现在是做二房东嘛？这，谢了。哎，谢了，秀琴，我让你看一张照片，是我姐姐的耶。你看，我姐姐好漂亮啊，又有气质哎。就是啊，管我管得严。哎，你看现在有个画家替她画像哎。哦，嗯，长得真不错。你看看什么看你？哎，这看一下什么关系嘛？那我看看。每个女孩子你都要看。哎。小平不可能这么糊涂、三叔，看，哎呀，完了，小平啊，完了，我的女儿跟人家同居了，完了，上一次差点害我爸去坐牢，现在要占我妹妹啊！哎，不要打了，毛病，够了，要是打出人命来，可麻烦了。要给他负责。小明，你们三个人，你们怎么可以把他打成这个样子嘛？志明，小平，快跟我们回去再说。不要嘛。谁就倒霉啊，志明哪一点不对了？哎呀，你不明白，他是有前科的人。哎，这你挑谁都可以，你为什么偏偏挑了个你不该爱的人呢？啊，爱情还有该不该的？这玩意儿要是天然使唤，那早就天下太平了。你不错，志明以前是坏过，可是我以前不是也坏过吗？不是还时常说什么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你还有脸嚷嚷？你们这样胡来啊，还是浪子回头啊？孩子啊，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从来并不指望你回报，难道只要求你行得正站得稳也错了吗？你除了想尽办法让我生气以外，你还做什么？
个女人，走吧，有什么话回家再说吧。我们，哼，你们呐，就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什么？什么？你武志明，你怎么可以骂我们全家？你哎呀，哎呀，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回去。我问你，当天没问你，他们欺负你？没有嘛，我们是清清白白的。清清白白的，你这样跳到黄河里都洗不清。就算我们相信，人家别人不会相信呢。问题是你嫁给谁都可以，你就不能嫁给他？走吧，走吧，走了，走了。哎哎，老头儿，嗯，就这样饶了他？要不要把他送警察局去？事情闹大了，我们更难看。走吧。哎呀，小明，走走走，回去。我怎么那么倒霉吗？我，哎，志明啊，你在家啊？啊啊，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？哎呀，谁打的？谁把你打的这个样子？是谁？告诉我，说嘛，告诉我，走走，找他算账去，去。妈，算了，都怪我过去行为太不检点，人家才会误会。算了算了，你看，你看你。都是怪你，都是怪你的过去。你看你被人打得这个样子，你，哎呀，志明啊，真的，从今以后，你真的要好好的学学好。会。不要听，你听我说嘛。苏梅啊，你又让二姐不开心了，是不是？爸，我是为了高龙华求婚的事征求二姐的意见，我没想到她却误会了嘛。她怪我没嫁，妨碍她的长幼有序的美德。现在弟妹先嫁先娶的多的是，算什么问题呢？她就怪我了。哎呀，爸，我绝对没这个意思，我是一番好意的。好了，你就让二姐把心里的话说出来，这样她会心里舒服一点嘛。这几天呢，也是难为了她。哎呀，四姐，谁叫你一针见血，专揭人短处嘛。好了好了，谁都不要说了，谁都没有错，谁都有谁的立场。秀萍，对了，这阵子啊，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谈一谈。这个。现在你既然引出这件事儿来呢，我倒想听一听你的意见。爸，我没话可说。好好，你既然不愿意说，那我就先说吧。那天呢，你对晋仁……爸，你不要提许晋仁好不好吗？你看，淑萍，你为什么老怕我提他呢？所谓恶语伤人呢，是六月寒。那天呢，他也怪可怜的。不过我倒觉得他呀，他这种敬业的精神呢，可以说是一种负责的表现。一个肯负责的人，他对家里一定是一样的。不是我劝你不要跟他多接近。选择朋友，那绝对有你的自由。我总是这么想，大家好朋友交往，总要好来好往，啊？嗯。许大哥心地倒蛮好的，比林大哥好。小妹，哎，所谓，男怕选错行，女呢怕嫁错郎，这一点你要好好想想啊。二姐，我倒觉得林大哥的研究的精神可嘉，以后当丈夫他绝对不会有外遇，因为他已经有了寄托。那可不一定哦，他现在只跟朱莉分居而已，就整天缠着二姐了。你们不要说那么难听好不好？我跟林元台的感情，又不是一两天建立起来的。是二姐，嗯，可是我也希望你跟许大哥多接近啊，至少他没有喜欢过别的女人嘛。哦，嗯。不过，在元台跟朱莉没有办好手续之前呢。最好你少跟他交往，
这样也许还可以给他们夫妻一个弥补的机会。嗯，二姐，你倒说说看，你到底喜欢谁嘛？嗯，全家人都好像都排斥可怜的林大哥。哎，老五，你跟林元台倒是臭味相投啊。其实林元台也没有什么嘛，只不过有个女人而已。哼。嗯。嘿，谁不知道你们男人有机会就想要三妻四妾呀？哎，淑慧，没出嫁的女孩子说这种话。爸，男人不包括你吗？哎呀，就算元台他们离了婚，你嫁给了他，我想你一定会常常试探元台，问朱莉，这个怎么样啊，那个怎么样啊？朱莉想不想你啊？这样你以后这个日子也不好过吗？嗯，对，你还是选择许大哥比较好，他对你好好哎。二姐，你想通了没有？不，你们为什么老是帮着许金人说话呢？他拿什么贿赂你们了？你们也不想想看，现在林月泰他的心里有多孤单。你们说话呀。二姐，我们只是提前供你参考，